今天我们的主题是，耶，脑反了！我要吃肉，开包仪式开始。这么好看的袋子装的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梦寐以求要吃的一家鲜肉汉堡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哟？上次我在去吃那个大猪蹄子的路上呀，总是看到马路的右侧有一家鲜肉汉堡这几个大字儿了。我每次都在想呀，哎呀，这是个什么汉堡啊？这个名字好特别呀，为什么叫鲜肉呢？真的是用鲜肉做的吗？好吃不好吃啊？什么肉啊？于是呀，我就各种想象呀。今天终于吃到了，他们家有个外卖，所以呢，新店开业5折优惠。今天点的汉堡啊，都是价格比较优惠的，比如说。仪式开始。哎呀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个薯条。听说啊，这周处女座呀，幸运食物薯条，所以你今天吃薯条了没有？等。咕噜噜噜噜噜噜噜！哎呦呦呦呦呦，好丰满啊！哎呦，这个叫什么小吃拼盘儿？有这个，听介绍啊，有这个鳕鱼啊、鸡翅啊，也有薯条啊。不对呀，我记得小吃拼盘上没有薯条，所以我才单点了一个薯条。我记得有鳕鱼、鸡块儿。等，没有薯条，这是不是搞错了？多送了一份薯条，少给我弄了鳕鱼。一会儿尝尝看，都是什么东西？哦，鸡翅在这里，冤枉，冤枉他们了，鸡翅在这里哦。倒出来，倒出来，倒不出来了，卡里头了。我的妈呀！我的急！一会儿清理一下再吃吧。米花儿，原来都在这里边啊！我就不一一打开了。最后出场的是我一直期待的鲜肉汉堡。纯牛肉现场做，有没有感觉特别萌的一只小汉堡？怎么打开呀？太可爱了吧！这个，看看今天的汉堡是多少钱啊？原来我点了一个套餐，单人餐。20多块钱呢，具体价格嘞，在我的美团外卖上，我现在也记不住，好像是不到25块钱，一个特价，我觉得还挺好的。对于我这种中午吃过饭了，下午睡醒了，有一丢丢饿的人来说，还是 OK 的。我刚才又单点了一个加料，菠萝。加了一片菠萝，2块钱的菠萝，这汉堡太大了，只能看见菠萝，看不到肉啊！哦，原来是这个样子的。又遇到了不一样的橘子小姐，橘子小姐特别喜欢跟别人吃。吃东西吃出不一样的特色，啊，先把上面这一层
带汁儿啊，就成白菜给吃了，先吃菜再吃肉，感觉有点像揭牌仪式啊。下一个，我要吃菠萝。嗯，完蛋！哎呀，又掉我裤子上。不管啊，那个菠萝还是有点酸的，看来是用新鲜的菠萝这个现烤的，所以我打算跟我的肉一块吃。这不是 Super King Size 的招牌吗？为什么吃不到肉呢？在这里，看到没有？拿个特写，菠萝去掉。这里是他传说中的牛肉芝士汉堡包。照片照的有点猛啊，所以这个肉肉啊有点小夸张，毕竟现在正处于这个打折的阶段，所以嘛，肉少一点，这个在刚开业的阶段，这个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我今天点餐的时候我还在想，下次要不要吃一个鹅肝的，那个89块钱。如果他要继续有优惠的话，打算尝试一下。菠萝拿来。嗯，虽然这个番茄有点酸，但是，嗯，牙口不好人就这样，只能吃软的。嗯，2块钱的菠萝值了，牙齿。赶紧吃，一会儿要去干活了。打工人就是不容易啊！赶紧垫吧垫吧。嗯，肉还是比较好的，能吃出来是牛肉，酸黄瓜也不错。就是这个汉堡啊，可能跟这个肉汁儿。肉品浸泡的时间较长，这汉堡基本上就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了。嗯，能感受到它的存在吗？今天说说为什么我要在办公室里录这个视频呢？就因为很多小伙伴都说我办公室特别美，嗯。所以很想多看一眼我的办公室到底长什么样子，其实也就跟你们差不多，只是稍微的花了一丢丢。嗯，还有洋葱啊，哎，嗯，洋葱是炒出来的，嗯，煎出来的。今天吃汉堡真是吃的天花，哎，对了，你这汉堡已经吃完了，上面还有个蛋没吃。纯碳水就不吃了啊，喝点吧，给菜菜吃。也没给个餐具吗？这番茄酱，你没给个手套吗？没有，就这吧。嗯。就先搁边了嘛。所以特别佩服那些开吃播的人啊，这个边说话边吃，还能一口三口就能全部塞进去的人，这个对食物的热情啊，我是不能比的。哎呀，我这裤子怎么办呀？
我下去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天啊！这个处女座啊，是特别注重这个生活环境的，就是比如说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哎呦，废话好多呀，不说了吧，开吃。今天主题不吃肉吗？吃了半天的大面包。哎呦，你们薯条都怎么吃的？番茄酱，嗯，他家番茄酱什么味儿？怪怪的。番茄酱反正不是用国外的番茄酱做的，好像是一个国内的什么品牌，有点甜，开始吃肉了啊。嗯，我的鸡米花去哪儿了？这一盘内容太多了，放几颗鸡米花在上面。吃吧吃吧，等了半个小时还是比较值的。嗯，这个小吃原价46，现价好像也就20块钱吧。这盘子，这一兜子，这一兜子还都没放进去呢，挺多的，分量挺大的，单人吃有点多了，适合跟这个亲朋好友一块儿享用。现在吃个刚才掉在地上的小鸡爪吧，小鸡腿儿不是小鸡爪，这个有点脏，蘸个酱吧。脏就脏吧，你没法洗了。它这个番茄酱有点话梅的味道，甜甜的。鸡翅、鸡腿、鸡腿还不错。你尝尝那个什么鱼排，鱼排。这是个什么鬼？这不行，我要喝点水。刚才给自己点了一杯周杰伦特别喜欢的奶茶，好可爱啊！这里有个小小礼儿，嗯，考布雷奶绿，是我今年秋季最喜欢的之一。没有纸了，我要开了。嘿，考布雷不应该上面有？再吃一个鸡米花，哎呀，一吃完现在全身发热。原来吃肉的感觉是会让人感觉到温暖的，有存在感。这个鱼实在是长得不太像个鱼块，不知道从哪吃起。这是鱼。感觉像他们自己做的、自己炸的那种鱼，嗯，不像是外面那种什么半成品，还挺焦的，还不错，真鱼。我还剩下这么多没有吃完，这肉吃的实在是太饱满了。